Hello， 我是佐敦小姨啊，在广州冰室为大家带来一节风暴消息。哎，不是，是亚运好外先啱啊，因为香港队啊，今晚在这个仁川亚运足球分组赛第一场对住乌兹别克啦。咁啊，上半场呢，港队亦都有三两下机会啦，先为能够球队先开纪录噶。不过呢，下半场呢，因为体力有多少下降啦，加上乌兹别克呢亦都好几次喺港队嘅左路防线入面旁敲侧击，结果呢就由沙基夫啊先开纪录嘅接应头场网啊。咁啊，不过呢五分钟之后呢，陈少君喺前场呢就偷到个波之下，喺左路后上一个大位无人抹之下起脚射门入网，追成平手1-1。咁啊，令到港队今呢场得以逼和对手啊，令到佢哋之后对住孟加拉啊同埋阿富汗亦都有唔少信心噶。咁啊，喺完场之后咧，我哋有特派员啊喺呢个仁川咧就揾到入球功臣陈少君讲翻几句噶，都系一个罕有的机会咯。我谂全场波都系得一个波系真系中龙门。冇啊，好彩啊，我谂都系，见到一个位咁射埋去咯，估唔到佢有咁靓嘅，估唔到嘅。喺呢个时候咧，我亦都揾到呢个港队队长叶鸿辉，咁啊睇下阿辉咧对于今场波有啲咩评价，又话同埋对下场有啲咩展望先咧。有啲意想不到啦，因为成场波我哋都系俾乌兹别克控制住嚟睇啦。咁我哋个攻门嘅机会其实实质中笼系得入波球，咁我哋都把握到。咁其实系几好啊，菲尔仔好冷静啦，同埋其他队友喺失波之后冇乱到，可以继续去。防守到不致多失，呢个系关键啦。即系下场对阿富汗，其实你应该无乌铁比较强嘅，咁样就变咗，希望可以喺下场喺功力嗰方面做得好啲啦。希望可以赢多场比赛，完成到我哋比赛之前所定下目标啦。好，唔该晒飞利同埋阿辉啊。咁啊，香港队咧稍作休息两日之后咧，喺嚟紧星期四嘅下昼4点咧，就会出战亚运嘅第二场分组赛噶。咁啊，对手就会系阿富汗啦。咁阿富汗佢哋嘅第一场分组赛对住孟加拉就以0-1不敌对手啊。咁睇下香港队能唔能够喺第二场分组赛击败阿富汗啦。